大家好，我是吕俊英医师。 COVID-19 病毒传染力强，接种疫苗是预防感染避免重症最有效的方法。提醒您，请在身体状况稳定的时候接种疫苗，接种后请留在现场休息观察15分钟。如果您曾因接种疫苗或注射治疗发生急性过敏反应，则要留在现场观察至少30分钟。接种后如果持续发烧超过48小时，明显过敏反应，或接种疫苗后28天内出现严重持续性头痛、呼吸困难、下肢肿痛、皮肤出现出血点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，并告知曾接种 COVID-19 疫苗。接种疫苗后也要持续正确洗手、戴口罩，避免群聚并落实防疫措施。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彼此的健康。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在这几天放假的过程当中，立豪一直在自己在回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我相信所有的投资朋友们，当你在看所有投顾老师的电视节目的时候，应该可以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在所有投顾老师里面，从头到尾会用手机验证的老师大概只有立豪我一个人。很多人在从别的投顾转到立豪这边来的时候，其实都有问同一个问题，老师你为什么要用手机这样去做验证？其实各位，这是有原因的。我在股市今年迈入33年多了，其实我在股市看的实在太多了。各位，你相不相信我只有一种心态，就是我能够帮一个我就帮一个，我能够帮两个我就帮一双，我更希望能够帮到所有的投资人。所以从我3年之前，我一直告诉所有的投资朋友们，我希望你能成为三角形金字塔里面顶端的有钱人。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，2018年，我就一直从头到尾都用手机跟你做验证。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这样好不好？今天立豪请你们认真的看完今天的电视节目，然后你都不要管我这档股票我们赚了多少钱，因为我们赚了多少钱对你来讲，你如果没有参与没有任何意义。今天立豪要让你了解的是，我从头到尾我就用把手机里面的讯息我印出来给你看，我让你看一看为什么现在陈立豪的会员会一直介绍会员给我。我也让所有的投资朋友们去比较一下，如果你在真的在股市里面你赚不到钱，是不是真的要改变你的操作方式？如果你在股市里面真的赚不到钱，是不是要寻求一个真正能帮到你的老师？各位，第一是什么？第一就是只想帮你赚大钱，也希望你帮赚大钱成为一种习惯，如此而已。我今天我把所有的资讯，各位，我今天跟你验证四只股票就好，各位跟你验证四档股票就好，好不好？各位，就是在最近的事情，然后各位你仔细的看完，然后各位也请你们用手机拍照存证。为什么？因为全市场只有陈立豪做得到这一点。我就让你看一看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他愿意转到陈立豪这边。各位，我一点都不夸张，从上个礼拜五到今天，就算礼拜六礼拜天，很多人打电话到公司是从别的投顾转到立豪这边的。各位，我让你验证一下好不好？我们先来验证，各位注意看，来，
第一档股票，我让你看一看我怎么带进带出，我跟我的尊龙会员是怎么样的去联系的。各位注意看，各位七月十二号，注意看一下七月十二号，会员注意，上周二三二八台光电二二七二二八出场的会员，各位那一次我们赚了将近十九块哦，出掉之后，今天二一五附近可以买回三成，给我七月十二号买回三成二一五。最低还达到214，完全成交。各位，请你看一下今天，你看一下，各位今天台光电拉到248.5，你看一下我七月十二号的时候，七月十二号后面都没有动，买进之后，各位一路拉到今天248.5，各位你看到了吗？各位你看看我怎么带进带出哈，我七月十二号买到215附近，各位七月十二号。成交有214.5买回，各位你看看到了七月十四号礼拜三，各位台光电会员注意，2383台光电已经233元了，提醒而已，我在提醒会员，他一直往上，已经往上冲了。各位到了今天七月十九号，各位来到248，各位你看看我从七月十二号到七月十九号，你看我怎么带会员，我是不是都会在手机里面直接告诉会员该怎么做。各位你看看到七月十四号已经233，到了今天已经248，价差33.5块。各位也就是说，你七月十二号跟着我带进带出，你如果是我的尊龙会员，我一定带进带出。各位你买十张，真实富贵千真万确，十张赚335000块，100张赚335万。各位你看到了吗？这就是陈立豪。我今天不是要跟你讲说我赚了多少钱，不用这样，各位，因为你如果没有跟着我做，赚多少钱对你来讲没有用，所以我要跟你讲的是我如何的带进，如何的带出。各位，我还在要让你知道的是我怎么的跟我的会员做互动，听得懂意思吗？好，各位，那这一档股票台光电我印证了，就是我侧标上的33.5块。好，各位看第二档股票，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注意看哦，这张股票叫做四星 KY， 七月七号608买的，注意看，你看看我七月十二号的时候，哥，你看我在讲什么？会员注意，从七月一号到七月九号，3661的四星有好几次拉回到605到6610附近，有打电话进来的人或者用 LINE 问我的人，就继续抱着就好。哥，你注意看，我七月十二号605到610买进哦，哥就是608成交。各位，我是不是带你出到七月十三号赚45块？各位，你买十张赚45万，100张赚450万。好，各位，重点在哪里？重点在你出掉之后，653出掉之后有没有打下来？有啊，又再打下来。各位，同样的，在七月十三号，我说买回要快，617买到。各位，七月十五号上个礼拜是不是飙涨停板到688？各位，我已经累积3333%。712.4%，各位，这档股票我为什么要先出？各位，我为什么七月十五号我要先出688？各位，你看我怎么带进带出？各位，当你看到今天这档股票拉回的时候，你就知道，各位今天拉回最低675哦，你就知道我为什么在七月十五号要带进带出。我赚了71块，已经累计3333%，712.4%。哥，你买十张，这一次七月十三到七月十五两天赚71万，100张710万。那各位，我有没有带在跟带会员的手机上面讯息有跟你讲？有啊，而且我们都带进带出，讲得很清楚。好，各位投资朋友们，那这一档股票它叫做四星，就是你侧标上所看到的71块。那各位，我验证了两档股票，你有没有发现我带会员进，我一定带会员出？各位，再看第三只股票。注意看这一档股票，各位你记不记得6533？我在上个礼拜，我在盘中9点多，我是不是告诉我的，请我的公司让我在盘中跟你做解析，这档股票我们买到500块，我们出到580以上赚83块。各位，叫金星科。各位，你看金星科今天打回到哪里？打回最低545 547。各位，我上个礼拜出掉了，你看7月14号另外一档，七月十四号礼拜三，
另外一档6533金星科开低就可以抢，有没有？因为7月14号法说，那后来各位我们成交到哪里？我们成交到多少？成交金星科成交到500附近，成交到500附近。那各位7月14号我们是不是带500买500附近全部成交哦？各位你看我成立好，我7月16号礼拜五两天而已，各位两天而已，会员注意，6533金星科飙到580元了，580了，各位你看到吗？580了，7月14号买500到现在有80块的价差，全部获利出场。各位7月16号上个礼拜五我带进500，我带出580以上，全部获利出场。各位请看今天547，我不知道各位投资朋友们，从你刚刚我看到验证台光电、验证四星到现在的金星科，当你看到我这么神准的带进带出之后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想说跟着陈立豪拼看看。而且各位，我从头到尾三年前到现在我全部都是在验证，因为我永远相信诚信比什么都重要。所以各位，当你看到今天金星科被杀到545 547，你就会回想7月16号陈立豪已经出掉了，出到580，给我赚了83块，80到83，各位你看到了吗？各位就是这个，我在上个礼拜不是跟你讲吗？各位上个礼拜不是跟你讲100分的操作策略吗？金星科不是赚了83块吗？我不是写上来给你看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各位，你买10张赚83万，100张赚830万，各位金星科对不对？是不是83块？当你看到他今天打下来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哦，为什么陈立豪四星要上个礼拜先出，为什么金星科上个礼拜要先出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的意思？各位，这叫做股票。你今天如果有能力在盘中带进跟盘中带出，你的会员一定一直介绍会员给你，对不对？就像我台光电做了好几次，台光电拉回215附近买进，今天飙到248，各位价差33.5块，才短短几天呢，对不对？各位，当你看到利豪带进带出，你有愿意跟着利豪一起打江山吗？而且各位，这些资讯都是从手机里面列印出来的，我不造假不作弊的，我也不欺骗，我也不要吹牛。各位，你随随便便在我车标上随便写一档股票，你跟着做就好，你看你创造多少的绩效。第一是什么？第一就是要能够帮你赚到大钱，让赚大钱成为一种习惯。各位你看台康生，我上个礼拜是不是跟你讲台康生也出了？有没有？各位，我是不是一样跟你讲台康生也出了？注意看，各位，7月16号同样7月16号有没有台康生？会员注意，首先成交的股票有6589台康生145附近，6533金星科580附近，这都出掉了，对不对？我为什么要出？各位，这是7月16号哦，礼拜五的、哦、各位你看6589，各位131啊，我上个礼拜五是出哪里？出到143到145，全出了。各位，当你看到我出掉的时候，我赚了18块，我已经入袋为安了。那各位打回到131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没有关系啊。各位，你这样懂得利豪带进带出吗？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愿意选择陈利豪？为什么有这么多从别的投顾选到利豪这边来？为什么有这么多从别的老师转到这边来？因为我从头到尾永远相信，做什么事情要以诚信为主，做什么事情要以会员的资金为主，做什么事情一定要以会员为第一考量，这才是真正为大家嘛。所以各位，你可以赚大钱，为什么只想赚小钱？让我们一起买车又买房啊！各位再来，我现在要跟你讲的是长荣了。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陈立豪做长荣，各位做到真的吓吓叫。我做长荣没有一次失败，没有一次失败的。各位请看，我现在让你看一下各位长荣这档股票，我上个礼拜我怎么带你们买的。各位注意看，注意看哦，7月14号礼拜三，给我念一遍给你看好不好？我念一遍给你看。上个礼拜三哦，
长荣打到跌停板 148.5， 没人要买，因为大家市场传言长荣要杀到100左右。我陈立豪又跳出来跟你讲了，你看，你注意看我有没有造假作弊，只要你抓到我造假作弊，我退出股市。请看7月14号礼拜三，会员注意，2603长荣之所以会在今天打到跌停，完全是一大堆小白跟蚂蚁雄兵一样在买进零股，涨的时候追涨，跌的时候追杀，这就是标准的大炮灰啊！你记不记得我7月14号跟你讲过了，很多很多操作的股票的人真的很可怜，尤其这些散户不懂的股票的真的可怜到不行。你看，这就是标准的大炮灰。今天我要告诉各位，如果刚买到长荣的人买在今天的跌停价 148.5， 下个礼拜你会感谢我。各位你看，我就已经在告诉会员你会感谢我。各位，我带了第二通10点17分我就这样告诉我会员，各位在下一通我还是一样讲2603长荣 148.5 你会感谢我。你看到了没有？各位你看看我讲了几次你会感谢我。你看我的会员当初买到之后他不会感谢我，因为跌停板他吓都吓死了，但是我说你下个礼拜一定会感谢我，就是讲这礼拜。各位再看这些股票，其实我在这个地方，各位你再看7月14号到了下午1点24分、哦、各位你看、哦、我让你看一下、哦、你看一个老师同样是7月14号10点47分我就告诉会员你买到跌停板你下礼拜会感谢我，到了11点多我一样跟你讲说2603长荣 148.5 你会感谢我。各位到了1点24分快收盘了，会员注意不需要为下周担心，2603长荣我说过你会谢谢我。这才叫做股票啊！各位那种勇气霸气行动力，各位打死很多人了。各位请看今天，各位请看今天186最高189，各位看到了吗？到了7月14号礼拜三还在跟会员讲你会谢谢我，到了礼拜四7月15号，各位那时候四星 KY 涨停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不要讲这个，我只跟你讲这个就好。7月14号 148.5 全部大买大买哦，打电话进来的人我不是跟你讲吗？7月14号8点55分投资人可以大胆的买进2603长荣150附近，有没有？结果隔天是不是拉涨停 163， 我说你们赚了14.5块，对不对？各位这就是我送给你们7月13号的，我说让我来帮你，你愿意让我帮你吗？我送给你的就是长荣啊。各位7月15号赚14.5，到了7月19号的今天已经40.5，各位就一个口令一个动作而已，买在 148.5 到今天赚40.5，你自己参加的投顾老师那种勇气霸气行动力有跟立豪一样吗？如果有跟立豪一样，我支持你，你不用换老师，你就跟着他做。如果你的会员你的投顾老师没有像立豪的行动力，各位你跟着立豪一起打江山。所以各位我现在累积长荣到目前为止真实富贵千真万确，各位就算你7月14号买在跌停板大买到今天189你赚40.5，10张赚405000块，100张405万，各位我现在累积长荣已经 381.1%， 394.7%， 已经即将快4倍的获利。所以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你跟着立豪可以吗？我今天要跟你讲的是，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你不见得要跟着立豪打江山，但是当你看到为什么人家给我们第一的时候，你当你看到我怎么带进带出的时候，难道你不会在心里给我一个鼓鼓掌吗？各位这是我很用心的地方。所以各位你光看这个地方，你看长荣我7月14号就已经告诉我的会员买在 148.5 下个礼拜你会感谢我，讲一次讲两次，各位讲第三次你会谢谢我，你会谢谢我。
到了7月14号礼拜三快收盘，我一样告诉会员，你根本不用担心了，你会谢谢我。给我累计现在已经赚了381.1%，394.78%。各位，光这一次我又赚了40块半。各位，我讲完了。我在车标上的东西，我只想验证一件事情，就是你只要是我清代的会员，我一定都会带进带出，一定都会用手机给你带进带出。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会员这么喜欢陈立豪，因为我在早上之前，我一定传给他们，告诉他们怎么做。开盘之前再一通，告诉他们怎么做，盘中随时做联系。各位，这叫陈立豪，我非常的尽责。所以各位，如果你愿意跟着立豪打江山，一通电话我真的帮得到你。我不造假，不作弊，不吹牛，我也不要欺骗，所有的事情都是让你看得一清二楚，我连买进的日期都给你看，对不对？哪一个投顾老师敢把买进的日期打在车标上给你的？不会。而且我带进带出都给你看得很清楚。各位，一通电话我真的帮得到你。现在跟着立豪打江山还真的很早，现在才7月份。各位，让我带你一直打江山打到年底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让我带你打江山打到年底好不好？就打到年底就好，看你能够赚多少钱，看你能够赚多少钱，好吗？好不好？各位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。休息之后我们再回来。全民防疫大作战，共体时间，共度难关。888帮助您度过最黑暗的时刻。作战专线02-8512-5858，8512-5858。Live 直播 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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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ve 直播，来复来复直播，立即上线。泰国际证券投顾官网服务欢迎莅临，请搜索关键字亚太国际投顾，顶尖团队，顶级享受，软体下载，专业研究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02-8512-5858。全新的操盘策略，全新的尊荣服务，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02-8512-5858。你一个人照顾妈妈真的很需要帮助，你偶尔会需要出差，建议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务，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，每次只需要负担200元就可以了。200元，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我不在的时候妈妈没有人照顾，这很棒哎，谢谢。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立豪做股票，我一定会带进，一定负责带出。其实各位，很多人问我说，老师，现在这一波买到148.5的长荣，到底目标看到哪里？各位，我很早在7月12号我就已经告诉我的会员，各位，目标看到240到260，我不会改。我的目标看240、260，我不会改。我7月12号就告诉我的会员，各位，你看看今天的报章媒体杂志，你注意看，你看看今天的报章媒体杂志，注意看啊，各位，请看来，我把它放大。各位，长荣有没有？长荣，你看本土法人的机构买进看多少？看339，未来12个月看339，优于大盘看305块，这是摩根大通。中信投顾，各位，你看到看到多少？270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长荣，
我很早就在讲240到260，很多人不相信。各位，五六家法人看到270到339，看得比我还要高。各位，这就是成立好。我每一只股票在侧标上的股票，我都一定有本事带你进，有本事带你出，有本事让你去验证，因为我永远相信诚信比什么都重要。在股市里面做不到诚信两个字，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当老师。例如在今天请所有的投资朋友们，你们自己去想一想，你要的是听故事比赛，还是真正在盘中4个半小时带进带出的老师？我相信10个人10个会回答我，老师，我当然希望跟你们带进带出。好，各位，既然是这样，你还在等什么？我在等你。我希望赚不到钱或者赚小钱的人，各位跟我们一起赚大钱好吗？让赚大钱成为一种习惯。你可以赚大钱，为何只想赚小钱？各位跟着立豪，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。你只要想一想，我是一个真正能够带进带出，而且从头到尾用手机验证的老师就可以了。其他的，以你这么有智慧的人，难道想不出来吗？跟着立豪，安心放心又开心。祝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一通电话我就帮得到你，好不好？祝你们明天操作愉快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